欢迎回到环宇广播电台 FM96.7， 我是本周的 Uni Superstar 严爵，先来欣赏这首《谢谢你的灵感》，等一下再和你分享我的大明星小故事。谢谢你的灵感，最近歌写都写不完，自从那晚无可替代的浪漫，你微信我期盼，谢谢你的短暂，出现让我了解震撼，震撼转换变成遗憾，而遗憾我一向都不隐瞒，我好想对你有些好感。有一种神秘名称叫你，哦哦，多少事情想问到个清，是你到底在哪里？发现自己越来越在哦，期待一段轰轰烈烈的爱，敢爱就敢说出来，不管辛苦或失败。你好 ，Oh my， 你的坚决今年22岁，但若你打电离岛轮盘，我绝对不接受。刚听到的歌曲是《谢谢你的灵感》，来自于我的新专辑《不孤独》。出道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，因为现在要发第二张专辑，《谢谢你的灵感》是这张专辑的开场曲。我又想到2年前，当我刚进公司，然后还没有人认识我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我特别的照顾，然后就是我公司的师兄品冠哥。那品冠他常常有一些 live house 的表演，然后他就会请我去当神秘嘉宾。那我去当神秘嘉宾就真的很神秘，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是谁，所以就很开心他给我这个机会。所以我也想要现在借用电台的机会呢，介绍一首他很好听的情歌给大家听，这是品冠哥的《我以为》。想有天让我知道你对他有那么好，你说会懂我的失落，不是靠宽容就能够解脱。我以为我出现的时候刚好你和他正说要分开，我以为你已对他不再期待，不纵容他再给你伤害。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，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，专心陪在你左右，你不怕
一切的错，也许我太过天真，以为奇迹会发生。地图，谁
给你幸福，好的事情也许能够重复，感动时分就算分分模糊，不要哭，至少你和我记得很清楚，爱是为彼此祝福。欢迎回到环宇广播电台 FM96.7， 我是本周的 Uni Superstar 严爵。你刚听到的歌曲是《好的事情》，那你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呢，也是我自己的歌，叫做《没有旋律配的上你》。我来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歌，《没有旋律配的上你》是我第一次写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。那女生的声音是我的师姐刘若英，奶茶姐。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跟他合唱？因为我去年在北京有很多颁奖典礼，然后有一场很大的，然后就刚好遇到他，然后我们两个就牵手走下星光大道红地毯。那因为我很紧张，然后我的手就一直冒手汗，然后呢，那个最后颁奖典礼结束的时候，我一直跟他讲，哦，很不好意思啊，就让他手整个很湿。那我回到旅馆那天晚上，我就有这首歌的旋律出来了。我想说，如果把它设计成一个男女对唱，然后再请奶茶姐来唱的话，这样感觉还不错。然后最后我就问公司有没有可能，然后就真的就成功了。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《没有旋律配得上你》。我想我知道恋爱的体验，体会过爱会带来的酸甜，不管是两个人游走，一个人忧愁，我都已深深动容。好珍惜你带给我的感觉，无论快乐或悲伤的的时候，的你常常在为你不值
不到天明，我才发现我其实没有一首歌可以好好唱给你听。为什么你要选你，没有一段旋律够深刻动听，因为没有旋律配得上你。这些是你带给我的感觉，无论快乐或悲伤都完美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够陪你的尽头留你在我的宇宙。去不到天明，我才发现我其实没有一首歌可以好好唱给你听。为什么你要选你，没有一段旋律有深刻动听，没有旋律配得上你。你刚听到的歌曲是我跟刘若英合唱的《没有旋律配得上你》。我是严爵，很高兴可以来 UNI 做你们的 UNI Superstar。之后我会有很多的活动，那想要知道在哪里可以看到我的表演啊，或我最近在做什么，都可以上我的脸书，叫做《爵士人生》。但那个“士”是方式的“士”啊，如果你打真的爵士，就是 Jazz 的那个人士的“士”的话，你会找不到我，所以要改成爵。方式的是人生啊，或者我还有匹克帮，然后匹克帮就直接打严爵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，真的来自于我的新专辑《不孤独》，拜拜。我曾经说过我相信人生最大的意义是分与过程，比结果重要，但目前的结果告诉我如何去分与
在我的能力范围里反省，我都知道自己曾经谁都很好的没发现，哦太幸运不禁怀疑是不是你们怕谁在酒